未来丈母娘就是我的靠山。那个，这草莓我能吃吗？能吃啊，当然能吃了。这，但是你妈买的，我不好意思吃嘛。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？你去给她洗了，我也想吃。啊，你也想吃啊？嗯。那个，你让我给你洗草莓啊？对啊。那阿姨，阿姨，妈妈让我给她洗草莓。我洗，我洗。啊，你洗啊？啊，那是。阿姨，那草莓给你洗好，你吃吧。你这干要扔的啊？给你吃的嘛，草莓屁股好吃。谁说的？他跟我说的，说那个草莓尖吧都有毒。我以前就是老吃老吃，我现在就吃傻了，不能吃，就得吃这个。好吃。敲完碗。现在呀，啊，你可能不傻，你知道草莓尖好吃，你骗人林峰吃草莓屁股，你跟人说草莓尖有毒，我啥时候说了？嗯，对，阿姨她没说，都我编的，我是没有，我是没说，林峰骗我呀。嗯，浩哥，阿姨我来吧，我来吧，这眼瞅冬天了，我刚给您买件那个羽绒服。妈呀，那哪好意思让你花钱呢？我给你拿着钱，完了你自己来买。不用阿姨，我有钱，我给你买衣服还能花你钱呢。只不过我那个钱我都交给他了。没有，我昨天刚发的工资给你，今天你就花没有了？怎么花这么快？不是你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过分？哪有你这么亲妈呀？谁家有人让你整的毛干净啊？那个他妈姑爷别干了、啊、我告诉你哈，以后咱家钱你记着啊，什么都你管，知道不？就咱家以后这个钱不好，不好阿姨，不好阿姨，想买啥买啥，听见没、啊、我告诉你不能这样事儿的。因为我这就给你去买羽绒服啊。哎，对，去买去吧。我想你的时候